继续开始，主持黄伟杰、何启聪。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晚继续开始。睇翻港股今日咧都几波动下噶，恒指高开30点之后，受到中美贸易消息同埋道期急挫拖累啦，恒指一度咧就急跌成300点嘅，最低就落到24,185点。但系之后美方澄清中美两国嘅贸易协议仍然有效，所以见到咧恒指咧由低位反弹咧超过700点，最后以全日最高位24,907点收市，咁升咗396点，升幅1.6%，成交咧就1,194亿。国指方面就收报9,993点，升咗114点，升幅1.2%。都想问翻 Ivan 咧，今日咧个市咁波动啊，先急跌又后急升咧，如果喺指数行政度，如果睇啱嘅咧，就分分钟做淡又赢钱，做好又赢钱，系咪啊？系啊，咁啊，今日咧，其实就我谂，如果你话即系两边要都系要捉住个方向啦，可能都要花啲时间去即系睇翻今朝个报道一出嚟嘅时候，实际上边访问嘅内容系啲咩嘢啦。咁其实就即系有时如果大家喺即系买卖即系佢睇新闻嘅时候，纯粹睇个标题嘅话咧，咁亦都可能会系受到即系一个未必太好嘅一个影响啊。咁啊，即系大家日后都要注意翻，因为即系预期可能嚟紧呢方面嗰啲嘅消息咧，即系中美贸易方面嗰一啲嘅消息。可能都会越来越多啊。咁今日咧见到就睇翻就恒指牛熊证方面嗰个嘅资金流咧，就早段其实敢买牛证嘅资金唔算话太多嘅。咁都即系后屘嗰个大市夹翻上嚟嘅时候嘅话咧，就去到差唔多挨近翻即系24,800咗啲水平啦，先开始咧见到咧有啲资金咧就加开翻啲嘅淡仓，可能即系博短期嗰个大市咧都系突破唔到即系25,000呢个关口咯。咁挨近翻即系恒指挨近翻25,000呢个关口，嚟紧都系照睇翻就系、是再次试翻近期嘅高位，系咪有力去冲破啦？今日个大市升势唔算话太全面嘅，咁主要都系即系权重股腾讯同埋即系388去带动。咁会唔会话即系北水嗰、那个停止咗，可能即系影响到整体嗰个大市嘅升势咧？咁大家可能即系嚟紧呢几日啦，即系亦都即系端午节假期前后嘅时候，可以睇翻稍后个大市嘅表现啦。今日见到咧啲强势股咧就强者越强，好似腾讯咁啦，今日再创新高价，逼近500蚊大关啦，最高见到498.6，收497.4，升咗成23.2%，升幅达到4.9%嘅。咁佢啲轮证嗰个资金流又见到咩情况出现咧？系啊，咁腾讯咧见到咧今日咧都系早段一路急升啦，就比较多投资者就系做淡仓嘅，咁啊觉得即系个股价可能一路创新高之后嚟紧有机会有个回吐啦。咁但系去到下昼见到嗰个佢嘅股价似乎越升越有啦，去到挨近翻490蚊开始咧，就有翻啲资金咧就入场去买一啲嘅轻微价外 call， 咁啊博嚟紧嗰个正股啦，可能能够突破到500蚊呢一个嘅大关嘅。去到500蚊左右啲水平嘅时候嘅话，咁啊大家都留意翻佢嗰个股价个反复程度有机会增加啦，毕竟即系连日累升嘅幅度都比较大啦，咁啊再加埋就即系去呢啲即系比较重大嘅心理关口嘅时候，咁啊如果或者做 call 嘅朋友，可能即系去到啲水平嘅时候，睇下咪话即系控制翻住嘛，或者做啲短线嘅部署，咁亦都即系如果话真系即系博做淡嘅话，可以参考翻就系大概即系500蚊边啲水平嗰个阻力，去睇下系咪即系短线做一啲即系睇整固嘅一啲策略啦。另外咧就阿里巴巴今日表現都唔弱嘅，收市價上翻220蚊啦，升咗7蚊，升幅3.3%。上一次見到咧6月11日咧股價就升近220蚊回頭，今次再試220蚊呢一個嘅阻力位啦。如果升破咧都可以係挑戰翻今年一月高位大概接近227蚊嗰啲嘅高位嘅噃。咁阿里巴巴方面今日啲輪證嗰啲資金見到有啲咩部署呢？系啊，咁阿里巴巴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咧其实就比较多资金系即系食糊先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睇翻正股嗰个走势上面咧，今日特别即系美市嘅时候嘅话咧，都有几大嘅买盘出现咗，咁啊即系正股方面嚟讲，亦都系以即系接近全日嘅高位收市啦，咁啊同埋即系睇翻阿里巴巴嗰个正股嘅成交啦，其实咧都系即系过去嘅几个星期以嚟嘅一个嘅高位，咁啊即系难得系即系以
全日高位收之餘咧，亦都係有一個比較高嘅一個嘅成交出現咗。咁啊，嚟緊睇翻個股價可唔可以突破到220蚊樓上？咁啊，如果睇好即係電商板塊，似乎呢段時間比較落後嘅，咁啊有機會即係短線可能有一啲嘅資金追捧嘅話，咁都可以繼續留意翻佢嘅。咁啊，雖然即係可能話短線有一啲即係投資者可能先行獲利回吐咗先啦，咁但係即係後市大家都可以睇翻話，即係220蚊啲水平，如果話真係克服到嘅話，會唔會有進一步上升嘅一個可能性啦？美團點評咧，今日又亦都再創新高價啦。睇翻佢今日低位咧，曾經係見過169.1，啱啱差唔多掂到條十天線就即刻彈升啦。咁最後以全日最高位亦都新高價176.8收市，升咗6.3，升幅3.7%嘅。佢啲論證見到資金流入係咪高位食糊多呢？今日美團點評就即係 call put 都有資金去做部署嘅，咁啊 call 不過整體嗰個資金流入量就唔算話特別大嘅，因為即係今日嘅焦點始終都係喺騰訊啦，或者啲電商股裏面，咁啊反而即係美團點評嘅話，就見到個股價都係沿住嗰個短期嗰個嘅一個嘅上升一個比較窄嘅一個上升通道啦，見到佢嘅股價其實今朝曾經係試翻挨近翻即係十天線169蚊呢啲位啦，即刻就屈翻上去破頂啦。咁啊暫時維持住呢個趨勢先。咁上邊嗰個阻力嘅話，挨近翻180蚊啲水平啦。咁如果睇好，覺得即係呢一個嘅美團點評可以繼續破頂嘅，咁可以留意翻近期嘅股價節奏就是、每當佢稍稍回落嘅時候，特別即係挨近十天線嘅時候嘅話，考慮一下做翻一啲即係短期睇好嘅啲部署咯。咁如果話即係睇佢回落嘅話，都留意翻即係嗰個上升通道嘅阻力大概即係180蚊啲水平先啦。即係頭先所講啦，啲市場資金個焦點咧，即係啲電商嗰啲嘅股份，所以見到只小米今日咧個升幅唔算大啊。今日小米真係收12.72啦，升咗0.6%，升1.3%。小米方面啲論證嘅資金流有咩變化咧？係啊，咁資金流就唔算話太顯著啦。小米方面咁就如果你話即係睇翻嗰個走勢上面咧，琴日都提過就小米喺12.5到13蚊之間咧，暫時就有一個即係區間上落嘅走勢出現咗。如果大家即係想喺呢個區間裏面做部署嘅話咧，可以考慮就係用翻一啲即係輕微價外一啲嘅 call 輪或者 put 輪啦，喺即係睇住就係12.5到13蚊呢個區間裏面就做一個短線捕捉波幅嘅策略先啦。咁去到話即係譬如話，即係因為即係睇翻小米啦，近期個股價回落就係因為受到中印嘅關係轉差影響啦。如果話即係相關嗰、那個雙方嘅關係可以緩和嘅，咁啊股價亦都係突破到13蚊嘅，咁我哋屆時可以考慮係咪做翻啲進取策略。否則嚟講嘅話咧，暫時可能都係即係後低部署嗰個嘅直播率會可能會高一啲啦。講到電商股份啦，咁啊上市冇耐嘅京東咧，9.618咧，今日個股價都回升翻嘅，收230蚊，升咗2蚊，升0.9%。其實今日低位就見過226蚊嘅，咁啊睇唔睇到有資金流入佢嘅論證咧？係啊，咁就見到咧嗱，今日咧嗰個京東個價格咧，亦都曾經低見就係上市價226嘅。不過咧，亦都係繼續展現翻低位個承接力啦。咁啊，好快就係上翻去樓上。咁再加埋咧，美市嘅時候咧，明顯見到咧有資金就流入一啲嘅電商股嗰度啊。咁啊，見到即係京東方面嗰個股價咧，亦都咧可以喺230蚊呢啲水平係收市啦。嗱，嚟緊都睇翻就係即係京東個股價或者即係喺美國方面嗰個嘅 ADR 究竟可唔可以又轉翻個升勢？因為即係喺美股方面，其實京東嘅股價都係整固咗一兩日㗎啦。咁啊開始見翻有啲資金咧，就係入場咧，就買翻啲京東 call。咁啊揀嘅條款嚟講，就相對會揀翻啲比較貼價選擇。咁可能即係啲資金會覺得即係京東個股價整固過後，有機會再挑戰啲新高水平。暫時就如果話即係京東方面嚟講嘅話，都可以咧就繼續留意住即係26呢個大嘅一個支持位啦。咁啊睇好嘅话，可以留意翻一啲贴价性嘅选择啦。最后我哋睇埋只港交所啦。港交所呢排就受到众多利好因素嘅推动，今日股价又再创新高，收市价320蚊，升咗8.4%，升2.7%。咁你见到嗰啲睇好嘅论证嘅资金继续坐仓，定系都趁高去计数咧？
系咁，其实呢啲嘅资金咧都系继续系即系坐仓嘅，咁亦都有部分嘅资金见到咧，就港交所个股价美市咧就系进一步系即系向上嘅话咧，咁反而系即系入场简单啲嘅价外 call 啦，博嗰个正股咧就继续系向上破顶嘅。嗱，而家如果话即系部署翻一啲港交所嘅涡轮或者即系牛熊证嘅选择嘅话咧，咁留意翻就可能系高位个波幅都会大咗噶，咁啊大家可能即系猪马上面控制翻啦，咁但系即系气氛上面嚟讲，暂时都仲系相对比较有利嗰个港交所嘅，因为始终就中概股回归啦，咁啊即系相关消息啦，咁再加埋就呢一个嘅中国嘅中证监方面个副主席即系方星海讲到话有机会就喺即系 A 香港市场系推出一啲 A 股嘅衍生产品啦，咁啊呢个咧都即系刺激到即系港交所方面嘅表现，就師傅昨日都有在這個節目裏面提過大家，看回這方面因素究竟即對港交所短期那個的刺激可不可以持續。好，我們講到這裡休息一下，繼續開始繼續開始，主持黃偉傑、何啟聰。好，翻嚟第二节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大市都比较波动啦。咁啊，如果话即系后市即系恒指喺波动过后，能够系重新上翻去25000楼上嘅话啦，咁啊，投资者你都可以留意翻一啲听日新上市嘅比较高杠杆嘅牛证嘅选择啦。分别咧就有61133啦，同埋61175两只嘅恒指牛证。61133咧收回价24461.521嘅牛证嘅选择。另外61175咧收回价咧就系24288.，亦都系萬二對一嘅恆指嘅牛證啦。咁啊，睇淡嘅話咧，咁啊留意住即系25000方面嗰個嘅阻力啦。如果話即系25000係突破唔到嘅，屆時做淡嘅話，如果進取少少嘅選擇咧，可以留意翻有隻65165，收回價咧就係25300点，10000對1紅證，杠杆比率咧提供有大概36倍嘅。遠啲收回價嘅紅證選擇亦都有隻54846，收回價咧就係25500点，10000對1紅，杠杆比率咧提供有大概係31倍，兩隻紅證65165啦，同埋64846啦，咁啊大家到期時可以留意翻。咁我哋先睇啲新經濟股啦。騰訊今日就創新高價，最高見到498.6，500蚊可能咧都近在咫尺啦。咁對於佢啲論證方面，可以點樣部署呢？系啊，咁腾讯就即系今日都叫做喺日中嘅接近高位收市啦。咁啊，嚟紧睇翻会唔会即系可能会试一试即系500蚊呢一个嘅大关。咁啊，如果睇好即系腾讯可以试500蚊，甚至即系后市系突破咗之后嘅话，能够进一段升幅啦。可以留意翻咧轻微价外嘅腾讯 call 选择啦，12147，12147呢只腾讯 call 啦，行势价509.98，11月份到期嘅 call 啦。咁呢个 call 咧提供嘅实际杠杆比率咧大概有6.7倍左右嘅。如果睇淡騰訊嘅話咧，短線上開 put 可以留意翻咧一隻嘅 put 嘅選擇就係29620，29620呢個騰訊 put 咧行使價406.88，11月份到期嘅 put 咁啊加外 put 咁啊，但係即係年期上面嚟講就去到11月先到期啦，咁啊相對嘅時間就選好，即係可以減翻低少少。咁呢一隻 put 29620咧提供嘅實際杠杆比率咧就係有大概係7.2倍嘅。咁啊睇好騰訊咧，除咗做 call 輪嘅部署啦，其實亦都可以咧就一並即係留意一下啲牛證，因為牛證在这段时间可能个杠杆其实都不差异的。那譬如说即是看看听日亦都有一只新上市的腾讯的牛证就是编号61061呢一只的腾讯牛收回价446.88，那听日新上市这一只的牛证现价计其实杠杆都是接近有9倍几的，那么亦都即是高过一些的可能添加。另外阿里巴巴就重建翻220蚊呢个位咧，咁如果能够企稳220蚊睇走势咧，应该系有力系挑战今年一月嘅高位227.4，或者系跟住再创新高。如果睇好阿里巴巴嘅话，佢嘅论证可以点选择呢？
好啊，如果睇好阿里巴巴嘅话啦，可以留意翻一只咧就系价外 call 嘅选择，有只22997啊，22997呢一只嘅阿里巴巴嘅 call 啦，行使价259蚊，咁啊九月底到期嘅 call 嚟噶，呢个 call 咧提供到个实际杠杆比率啦，都有大概系11倍左右。咁啊，除咗 call 方面嘅选择啦，阿里巴巴方面亦都系有牛证方面嘅选择可以俾到大家噶。咁啊，阿里巴巴嘅牛啦，亦都可以留意翻一只咧，亦都系听日新上市比较高杠杆牛证选择6111。咁呢一只牛咧收回价咧就系214.88嘅。如果嫌太贴嘅，即系几蚊左右收回距离，想拣翻远少少啦，亦都可以留意翻有只5832呢一只嘅阿里巴巴牛，收回价206.88，杠杆比率咧大概13.3倍啦。嗯。美团点评咧就今日个股价咧就低位曾经系触及条十天线，好似以往咁样咧，每次触及十天线之后咧都有力系弹升同埋创新高价嘅，嚟紧都可以捕捉佢下一次再回调近十天线嚟去拣佢啲睇好嘅论证咧呢个策略啦。咁如果系要拣论证方面，可以点拣咧？好啊，咁啊，如果话即系想拣即系喺十天线附近系考虑去做一啲嘅部署，想留意翻佢论证啦。美团嘅 call 咧可以留意翻有只13585，行使价就系202.88，一只价外 call 选择嚟嘅。咁就系亦都系即系年期上面长翻少少，去到年底到期十月到期嘅，提供嘅实际杠杆比率咧大概5.2倍。咁另外如果话即系睇淡嘅去到即系180蚊左右啲水平，觉得个美团点评个股价都会有个阻力，有机会即时。或者即系一两日之后会有个整固嘅情况出现翻啦，可以留意翻啦 put 嘅选择13161，行使价145.88，年底到期 put， 实际杠杆比率大概系3.5倍嘅。咁至于即系牛熊证方面嗰个嘅选择啦，美团嘅牛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参考翻咧就系有呢一个选择就系51677呢一只嘅美团牛咧，收回价166.88，杠杆比率咧12.7倍。睇探嘅熊证选择咧，就可以留意翻只62286，收回价188.88，杠杆比率咧大概9倍嘅。上一次提到咧，只小米咧就暂时唔系嗰个市场嘅焦点所在。不过咧都系预备定咧，佢一旦出现个股价有个突破咧，call put 轮有咩可以留意摆定喺个袋度啊？系啊，咁啊睇下即系嚟紧系即系突破边一边啦。咁啊，如果话即系觉得佢个股价有机会系重上翻13蚊楼上，咁可以留意翻小米嘅 call 咧，轻微价外证20411，行使价13.68，九月底到期 call， 实际杠杆比率咧大概7.1倍嘅。咁但系如果话即系中印关系系进一步系转差嘅，咁啊投资者担心会影响到小米方面嘅业务嘅话啦，可以留意翻 put 嘅选择28430呢一只嘅小米嘅 put 咧，就系今年嘅年底到期啊。行使价就系11.16，提供到嘅实际杠杆比率咧有大概系4.7倍咯噃。京东9618咧上市之后咧，喺个阴阳烛图咧都系连续三日咧都系阴烛，但系今日咧就创咗个上市后嘅新低价226之后咧，反而咧就系高收嘅，就形成咗上市后第一支嘅阳烛噶。咁京东方面如果睇好嘅话，佢论证可以点拣咧？系啊，京东嘅话咧，见到个股价咧就系即系上市之后就有啲调整啦。咁但系今日嚟讲嘅话咧，再次是26咧，亦都系即时咧有个反弹情况出现翻嘅。咁啊，如果话睇好即系京东嚟紧有机会咧，就跟随翻譬如电商股方面有个比较好嘅一个嘅走势出现翻啦，可以参考翻咧有呢个京东嘅比较贴价 call 14569啦，14569呢一只京东 call 啦，行使价240.99啦，年底。到期噶，咁呢个 call 咧提供嘅实际杠杆比率大概有4.1倍嘅噃。最后咧就问埋只港交所，佢嘅升势有余未尽，同埋呢排上一次都讲到啦，利好因素都系仲系偏多嘅，咁都系似乎喺论证嘅策略咧，都系后回调去拣一啲睇好嘅论证比较稳阵。咁如果系咁嘅策略，可以点样拣啲论证咧？论证方面嚟讲嘅话啦，我睇翻就港交所今日系即系全日高位收市啦。如果话即系觉得嗰个股价系破顶之后嘅话咧，短线都可能再延续一个嘅升浪啦。港交所方面嘅 call 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咧，有只14403嘅港交所 call 咧，行使价355.88，年底到期 call， 实际杠杆比率咧提供有大概系7倍左右嘅。咁如果话即系后高系想做淡嘅，亦都开始见到咧就有啲资金都
係想試下做呢個部署啦。咁啊 put 方面選擇可以留意翻一隻就恆世界，亦都係高少少嘅一隻 put 嘅選擇14190，恆世界285.88啦，年底到期嘅 put 實際槓杆比率咧大概係6.7倍左右嘅。咁啊，亦都即係一平亦都可以留意埋啦，就係牛熊證方面嘅一啲產品嘅選擇啦。港交所方面嘅牛證啦，可以參考翻有隻58369，收回價292.88，槓杆比率咧10.7倍。熊證嘅選擇咧就可以留意翻咧有隻68437，收回價348.88啦。呢隻熊證咧槓杆比率大概係8.7倍。牛嘅選擇58369啦，熊可以留意翻隻68437嘅。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今晚提個股份 ，Ivan 你有冇持有呢？冇持有嘅。啊，我都冇嘅。咁啊，請問同大家再見啦。拜拜，拜拜，繼續開始。